古早关怀宝宝认真看，会当看到因身躯顶拢有真古早袋仔。这是由着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学生所设计的，顶面还佫有面六百图案，毋但是代表台南，更希望大家当 happy 来关怀，嘛照着充满活力的袋仔设计，吸引少年人做伙来关怀。在我们的捐血族群的结构里面，因为少子化，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少，还有年轻人对接受捐血这个态度跟那个跟我们以往是不一样。目前捐血最多的年龄的族群是在40岁到55岁之间，20岁以下其实比例比较低的哈。那我们蛮担心10年后会有影响，所以我们希望也借着跟学校的产学合作，能够来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捐血。现在台南是相当欠血情形，面对将要到的春节，也希望会当提早做好准备，期待借着大家多多关怀，后悔库存会当加一寡。当然上好也是希望民众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不用着这寡血。以台南来讲，现在的这个平均的血液的库存量只有剩下3.8天，那基本上已经进入非常这个红色警戒了。一方面我们缺水，一方面又缺血，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在年节的时候，在年节之前，尤其是在同学放寒假之前，大家可以挽起袖子出来捐血，希望能够缔造一个健康平安的一个春节。在台南关怀中心目前在台南地区总共设立7个固定关怀所在，无定期冒损坏关怀车，民众都会当上网到台南关怀中心的网站来查询详细资讯，期盼大家踊跃关怀，做来响应救人行列。